可是瑞凡，我回不去了。我们不是早上就搬过来？他们是新搬进来的住户，韩善美小姐。你姐真的混得不错，这也很高级哎。我们就演下去吧。我们会住在这边，是因为你欠钱哦。万一被发现、被知道了，你觉得这样很好吗？欢迎你们加入天虹，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。